一个阿美族人胜过三部割草机。有一次，没办法，我就回来部落，喝到那个葛龙葵汤的时候，我当下我真的很快哭了。我就是龙葵嘛，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去保护这一块，我的祖先留下来的这块产业。我不是学植物的，什么都不是，只是因为我是阿美族，从小吃野菜长大。